这一批21U 的选手真的蛮多，都已经投入到职棒舞台哦。哇！只有苏志杰这球带成了右半边的飞球，打得很顺越，右外野方向的全垒打。苏志杰今年新人球季敲出的第三支全垒打，也让狮队在七局下半了再增添了一分，8-4。哇，这个球你可以看到苏志杰的一个打击爆发力也相当的不错、哦，没错。而且你看到这个，这个球感觉上啊，苏志杰重心稍微有点被带出去，不过他手腕弥补的相当好、哦，他的打击，他的手腕运用的真的是，速度很快以外啊，这个很有爆发力啊、哦，这个球几乎是一个平射炮。我看这个球真的是。飞球，你看、哦，没错，仰角并不高、哦，仰角并不高，而且你可以看到他挥起之后，身体稳定之后，那个手腕运用的真的是相当的不错哦。看哦，定住之后，整个手腕的运用哦，翻得相当快哦，重心也维持得不错、哦。哇，球迷差一点了。